变，立委，管东部的魏建材有注意，咱规定，号的服务处主任张万烈张主任，我代表的所有的代表同仁以及各里的里长、各社团的负责人、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早，大家恭喜，徐市长，真欢喜。真久毋捌看到遮尔啊热闹啊！咱李镇长是非常用心佮拍拼，看到今日这场面，咱所有镇已经全部动起来了，动起来了。看一个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社团，拢来参与到今日的升旗典礼，看到这个咱所有未来绝对有希望。在咱李镇长带领之下，伊服务团队带领之下。相信咱的镇政一定会一年比一年都较好。今日是咱2020台湾了赢的第一天，台湾内面赢，应该是爱第二人先赢，二人内面赢，为咱首先赢，大家好啊，好啊，有咱李镇长带领之下，相信咱所有一定会赢，台湾嘛一定会赢啊！在这个头一天的这么好的气氛之下，我在这在此也要祝福大家，大家南边应该相信真多不走到南马溪顶头啦，南马溪顶头那个健康步道非常的漂亮，你不能南边这星期刷南边刷了后就走了了，咱镇长是非常的用心，也有回来了后半路也有扎电筒吃回来也有纪念品，嘛，抹彩，抹彩品非常的多，所以讲，伫遮我在厝的邀请大家走透，互咱知影讲，咱圣湖、咱所有有一个秘境，遐南海做南马溪的健康步道非常的赞，哦，一定要走透。所以讲，伫遮在厝的，感谢各位多年来的支持甲确诚，祝咱今日大会圆满成功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恭喜大发财，感谢大家。感谢主席，我们主席也是非常的。